韩星陈晓在京举行了生日会，当天不仅有百位粉丝到场为陈晓庆生，老板于正也作为神秘嘉宾现身为陈晓送来祝福。不仅如此，陈晓的绯闻女友赵丽颖也通过 VCR 向陈晓表达了最真挚的祝愿。陈晓赵丽颖二人因接拍电视剧《陆贞传奇》结缘，电视剧虽然落下帷幕，但主角陈晓对赵丽颖的爱慕依旧在延续。庆生会当天，陈晓就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赵丽颖的欣赏。赵丽颖她属于是我的还蛮有感觉的类型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她其实我比较喜欢女孩子比较独立有个性，然后要有一些小小的叛逆的性格，比较聪明的那一种吧，我觉得她算是。那这等于就当中示爱了？没有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龄，比如说你觉得哪一个异性他很好，你去赞扬他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。他对你有什么表示吗？对，没有啊，我过生日，他生日礼物还没送到呢。生日会当天，主办方还公布了几张陈晓刚刚拍摄完毕的电影版《宫》的海报，引发粉丝尖叫连连。不仅如此，有消息称陈晓还将接拍于正版本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在该片中扮演杨过。电视剧《宫》有着当红小生冯绍峰的先入为主，《射雕英雄传》更是有诸多前辈的经典演绎。陈晓此次重拍经历还真是压力山大呀。怎么说呢，信心是肯定有的，但是压力也会有，那就好好拍呗。有的时候我在现场不知道这一场戏该怎么演的时候，我一般跟导演说的是，我先在镜头面前我先演着，可能演着慢慢感觉就来了，或者一切慢慢就变好了。先不要怕，要不然还没有做就开始怕的话，那就会畏首畏尾了嘛。